为了关心台南都会区北外宽道路工程的建设进度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南下来视察，目前北外宽道路第三期工程进度是97%，按算伫明年三月就要完工了。另外，伫第二期工程按算伫明年四月来开工，专线将要伫计控期今年年底来通车。台南市第四条东西向道路，也就是沿着咸水溪兴建的北外环道，全长13.6公里，工程分四期进行，预计2016年底完工。目前正在兴建的是三期，跨越国道一号的部分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往中和路一段视察第三期工程，伊要求内政部营建署对整个北外环道要如期完工。这一条快速道路，也就是北外环。就等于第四条横的这个进款，那明年三月，这个组长看起来这97%了嘛，而且也盖得不错，这个一定要如期。然后二期现在准备发包了嘛，这个一定要发包出去，卖个妥啊。所以吴所长那个，开了，然后四期，啊、哦，挖定还在规划，还在一个挖定，那一期这个。一期已经好了，现在三期通，二期发包，啊，规个四期嘛，规个起来，规个啊，而且以前家一个给个自己的交流道，我一直减轻这个永康交流道的压力，这种自己我拢核定了嘛，17年哦，是吧？你看我写的。北环道路第三期新建工程，预计明年三月完工；再来是第二期工程，预计明年四月开工。总算将在2027年底通车。未来北环道路完工之后，唔但会当改善市区的交通，同时会当分散市区的巨大压力。记者宋英和阿南区采访报道。